的板桥分队，那我是主持人娟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找一个消防猛男，他是今年的消防猛男月历的七月先生，他的胸肌啊可是看起来很可口的呢，月历会摔着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要带你直接去找他本人，并且体验消防人员。中天社会频道开张喽！想观看丰富系列报道，请上 YouTube 搜寻中天社会频道，看到中天社会 logo， 点进去就能开始观赏精彩影片。请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分享哦。如果您觉得还是太麻烦，赶快看这里旁边圆形的中天社会 logo 就是频道传送门，别怀疑，赶快点进去，首页就能看到五二小组系列影片，有会客室、老 Z 调查线、娟香聊虾米、别阴阳、中不中心、白岛出任务、南部中心 BOSS 工作室，丰富内容千万别错过喽！搜寻中天社会频道，欢迎您一起来加一。